每日成就推荐，略大于突如其来的爱情。完成这个成就之后，可以获得五颗原石，足足有五颗原石哦。观众朋友们，你还在等什么？直接上号吧，兄弟们。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成就，获得难度也是超级简单。我们首先打开地图，找到蒙德城左边的塞西利亚苗圃副本，传送过来之后，再进入副本中第一个关卡。这里要注意，我们只需要进入第一个关卡，千万不要进错了。在选择人物这里，我们只需要丽莎一个人就行。在这个成就中，别的人物都没有丽莎好用。这里使用的丽莎不需要很厉害的武器和圣遗物，像我就没有佩戴圣遗物，武器也是一级的武器，等级也不用很高。如果你只有20级，那也是可以的。那么准备好这些之后，就可以进入副本了。在这里启动钥匙，我们就能看到有五只水史莱姆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别慌，仔细看我操作。那么这时我们直接使用丽莎的元素战技，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，等技能蓄力完成之后再释放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能获得略大于突如其来的爱情这个成就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观众朋友们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对大家有帮助，不妨点赞、关注、分享一下，非常感谢。我是大老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886。